多金呢、啊、来了妈妈。是这两天的热的事儿吗？没蹭着，病了。还得是我兰姐啊！当然了，啥都行，啥都敢说。那多金呢、啊？来了，妈妈。癌症问题，确实是有大量的流量涌进来了。那您还介意谈说癌症的这个事情吗？对我的那个接这个所谓的流量，我一点都不恐，而且呢，我觉得我接的非常准。我对那个他们的家庭，我从来不干涉。离婚协议、离婚过程，所有的我都没参与，都不知道。我特别有界限感的一个人，特别有界限感。大家说您蹭流量这个事儿，您不介意这个，对吧？我觉得这个不是说蹭流量，而是这波流量来了，你接都接不住。已经到女王范儿了，我还用模仿别人吗？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，好知道吗？谁顶着就业，谁就英雄。不纳税就狗熊，做企业的有几个女性是自立自强，做的今天30年如一日的，白手起家的，第一桶金也投得干干净净的，不靠任何关系，不靠任何男人，自己干到今天的，我为什么不说？为什么让人家诽谤？为什么让人家诋毁我？你把一个正能量的女性企业家给网暴了，那谁还愿意创业呀？如果网暴诽谤别人、丑化别人的话，谁还愿意相信咱们社会是正义的呢？是正能量的呢？为社会带来负能量的就没底线，影响